们停心跳的时候，绝大多数的情况下，因为停诊器没有办法穿透太硬的东西，嗯，大部分都会用这个机器，这个机器叫普普勒，简单来讲就是有一点超声波的概念。这个低频，对，是心跳，这么慢，对啊，心跳很慢，这算正常，很规律啊。啊，大部分的跑团队的心跳都非常非常慢，大概4到5秒才会跳一下。他们停心跳的时候，绝大多数的情况下，因为停诊器没有办法穿透太硬的东西，嗯，所以我们大部分都会用这个机器，这个机器叫普普勒，简单来讲就是有一点超声波的概念，嗯，它是人的，嗯，对，心跳，这么慢，对啊，心跳很慢啊，那些心跳是正常，这算正常，很规律啊。其实很慢啊，因为它同类的心跳就是这种慢，那，啊，你要让它变快，就是温度打高它就会很快，然后大部分的跑同类的心跳都非常非常慢，大概4到5秒才会跳一下。你好，要怎么拍 X 光呢？这是正面，这是侧面，拍完咯，我要在医师肩膀上拉屎。照超音波的蜜袋舞起来，发现自己肚子的毛不见，超级不爽的。哇！啊！
拜。